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封尘，我们在等于是讲到了，完全讲到了高潮。老子一气化三清，也叫一热化三清。呃，到了一直一到了这个呃三方教主，主要是这个准提道人、提携道人、老子跟元始天尊，呃，共破这个绝仙绝仙阵、仙仙阵。 那这是跟通天教主摆道，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们昨天忘了谈到，就是当老子一热化三清，化出了另外三位道友围着这个通天教主在打，但是他奈何不了通天教主。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生命的概念，呃，它它幻化出来、演化出来的，啊。 这种重生出来的他的生命的一切呢？呃，他跨越不了，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他可以展现，他可以迷惑，但他却不能够对通天教主直接能够造成致命的打击，啊，破不了他的阵。就是说，老子可以一热化三清，但不能。 但却无法以他的幻化，以他的分身去破掉通天教主。我觉得这是大家要有能呃要有能有一种意识，就是有一种认识在其中。这里面就是蛮有特别的，就是一种每个层面的生命，就是每个层面生命本身的就是有着它怎么说呢？有着它很有着它很特别，有着它一种。 相互对应的这种生命层面的约束，或者有了生命层面的内在东西，呃，你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其实在二郎神在他的幻化中，后来他直接透过他的幻化去伤人有，但是那是过了万仙阵之后，对那些妖怪，他可以直接做，用他的幻化，用他的变化身，呃，除此之外。 我们很少见到他，二郎神用他的变化身去伤及队伍、伤及对手没有，他只不过在他变化当中用他哮天犬，他可以做、呃，啊没有，同样也没有看到一个一个对应的。那到了老子这儿也有这问题，所以这里面就其实提醒了我们，我以为在生命的认知上。 每一层生命都要，每一层要生命都很尊重他这一这一层生命本身的真正实实在在的东西，里面有这个成分在里头啊，有这个没？当然，老子一热化三清完全是人家境界了，所以我也跟大家解释过，我说其实不太好评价，那是老子达到了那种。 对人而言，至高的境界，它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那一份生命的尊严，呃，远远超过于人。用人嘴怎么好？用嘴不好评价的啊，真的不好评价。大家就去品会那个，去去品味那个意思。呃，很多人去就说，怎么讲？就说实实在在的在哪一个境界的生命，这个它的实在的部分是主，是最关键。 其他东西呢？啊、呃，不是，是其他东西。它真正展现出来的是，呃，这个生命的主尊，他的啊，他、呃、的威严，只能说他的威严，他的那种那种造化，以及他的境界层面，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所以用它形容是这样的展现，是形容他的主尊的那一份那一份道行。 啊，那一份那一份道德，而并不是分身出来的本身呢、啊，它具有什么样如何如何？我不知道朋友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解释了，如果老子一一气化三清，直接破了他的宣仙阵、绝仙阵，不就完了？没有，对吧？没有，破不了。所以这就是他呃。 对于修行的人，我个人理解就是个人主尊的修炼，就是我们这么讲吧，个人主尊的修炼，老老实实的修炼是最根本的，其他的都是那都都其他的都是呵呵最根本的、最老实的修行是最关键的啊，最关键。哎，另外我又说，涛哥，你得赶快说，是得赶快说。其实我自己都能感受到某些阻力。 就是好像不让说似的，就是、说不，也不叫不让说，是跟这种说说的不让说呢，可不是说是一种一种哈、啊、一种负的力量，自我身上的一种负的力量啊，在在在在,在有那种感受，所以还让争取，这都二十号，离七月二十号还有一个月，还剩三十天。 我们还有二十八回、二十三回、二十四回、二十二、二十三回、二十二回，呃，第七十八回三教会破诛仙阵，诛仙恶阵四门牌，黄雾、狂风、呃雷火劫，玉劫皇冠遭劫运，啊，坠尘陨世，呃，尽尘尽尘埋，这是讲了诛仙阵了。 呃，他列出了四个门，跟那四把宝剑是有关系的。这里说的皇墓皇冠、皇墓本身呢，讲的是老子的、老子的道。啊、呃，里面会有。那里面谈到了这个叫坠尘女士，这个劫尘埋，里面就是谈到了那些通呃截教的通天教主门下的他的他的这种故事。 语是讲的就是是一些动物了，应该。见光土有吞吞神骨，这是讲他的阵法本身。符印空劳，叫土黑埋土黑埋。纵有通天无上法，时逢圣主应多怪，这就这后面就是讲通天教主，无论他的道行多高，但是他要他应该。 顺时顺天意，他不逆天意，他要逆天意的话，还有叫时逢圣主应多怪，就是不要逞狂，不要逞这个呃狂妄等等等等。那我们上回书说到，我们上回书说到这个准提道人跟通天教主有所对话，因为四位圣人已经到场了嘛，所以当时呢，这个。 通天教主讲了一番，说你是西方西方极乐世界的对吧？你根本不该沾这个红尘。那准提道人呢，也有他的自己的一番说法。通天教主又有他的一番说法。他们的那样的言辞表现出他们自己生命的境界的一种表述。呃，类似的表述用的比较多的，是广成子、赤精子，他们用的比较多。啊。 同样在这个辈分上，准提道人、通天道友不必夸，呃，不必夸能斗蛇，道如渊海，岂在口言？是道如渊海，就是，呃，修行那是无止境的，不是嘴说的。呃，只今我思维至此，劝化你好好收了此阵，如何？所以。 正的永远不会先动手，正的永远是劝善的，啊，劝善，呃，永远会被动的。通天教主，既然思维至此，毕竟也要见个高低，所以见高低的说法很多都是我们通常讲叫羡慕妒忌恨，呃，所以这个呃元始天尊也呃呃老子在说通天教主就用了嗔痴的说法。 啊，他没有用贪，没说他贪，贪就是贪，有着阴邪在里头，有着淫荡在里头，所以贪嗔痴里面，嗔跟痴呢，嗔是无名之火，其实就是多宝道人的，啊，就是多宝道人讲的这个情魔意魔，我觉得多宝道人谈到这个情魔意魔，所以是嗔，呃，痴呢是一般讲是傻瓜愚笨。 呃，我以为就是，其实直接描表述的是人间的道理当中的聪明，聪明技巧诡计，就是所有用以人的肉身为层面，使尽一切他的说法，去获得自己的利益，啊、呃，而而他在他的生命境界中毫无天意之之思考，毫无天意思考，毫无这种。 道法之内在东西，呃，都叫痴，痴就是就是痴迷不悟，痴就是讲出自我，其实有着自我的东西。通天教主说罢，进呃进进阵去。元始对于西方教主说道：“兄，如今你你我四人各进一方，呃，以便一齐攻占。”接引道人，我进离宫。 老子我进对宫，那准提我进坎，啊、呃，元始我进镇，这是按照八卦走的。呃，各位教主各分方位而进，元始进了正方，先进正方做四不像，径直奔进入了诛仙门。八卦台上，通天教主首发雷声，震动诛仙宝剑，那剑晃动，元始天尊。 顶上庆云盈柱，千朵金花，啊、呃，璎珞垂珠，络绎不绝。所以这是这些都是展现在另外空间的。他讲的都是络绎不绝，哗,哗那样的珠。其实我们看到的，一般在庙里看到都是类似装饰品的这么挂着的。那其实它是隐喻的，是指在另外的它的神体的那部分。 就是完全是光彩的，是生命的，是滚动的。那剑如何下得来？原始进了诛仙门，立于诛仙阙。呃，诛仙阙呢，应该就是指它镇门里面的，里面那一层，因为它分成两层嘛，门跟阙之间算是一层了。呃，通常是进不了门的，在门那儿，门跟阙之间就被毁掉了。西方教主进了离宫，路仙门。 那通天教主同样发雷去震动那个宝剑，呃，接引道人献出了三颗舍利子，射住了路仙剑，像钉像钉子，那剑就像被钉住了一般，如何下得来？呃，舍利子，这就是佛家了，他这里也是同样用的是三颗啊。其实在，在在这个，呃，《封神演义》里，基本按照三。 天地人的概念是相当绝对的使用，在相当绝对的描绘，相当绝对的使用。我以为就给今天的人，我们在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一种类似提示啊。三是一个，三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实就像，呃，我记得跟大家解释过，我能理解的就是金木水火土是每一个层面的物质的组成，都是金木水火土，但都是又都不是。 在金木水火土上，它有一层一层一层的；而天地人呢，是指三个层面与人相关的三个层面。那他在《封神榜》，我们已经看了，它同样是讲述的三个层面，对吧？人的层面轮回转世，神的层面被定位，我，其实就是讲述的我们二十八星宿相关的这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修成的，摆脱了轮回，呃，进入了境界。 嗯，这是这是真正《封神榜》讲的是这么三个概念：西方教主进了鹿仙门，在鹿仙阙立住；那老子进了呃进西方玄仙门，通天教主同样发雷震动玄仙剑，老子顶上现出了玲珑宝塔，万道金光万道光华射住了玄仙剑，这就是你可以。 问他叫斗法，你怎么样都可以。所以，通天教主那剑在那儿悬着，通天教主在这边发力，那剑就应该有所有所都都不可能。其实就像我以为你可以看那个，呃，就像那个，你说可以说叫气功了，他在在根本没有实际去拿那把剑去杀人家，不是。 根本就是完全用自己的境界跟他的，跟他的功力。那老子展现出来同样是这一面，所以就把那个剑给钉住那儿了。呃，准提道人进了绝仙门，只见通天教主再发一声雷，震动绝仙剑。准提道人手持叫七宝妙树，呃，上边放出千啊。呃 千多青金莲，射住了绝仙剑，也进了绝仙门，到了绝仙阙，所以这是七宝。佛家里讲七宝，有他的说法了。四位教主，呃，齐进缺钱，老子说：“通天教主，我等俱进了你的这个诛仙阵，你意欲如何？”那应通天教主应该是在四个缺当中中间。 所以等于是进入了它的里面。本来呢，应该是在进入缺之前就一般这就废掉了。老子随手发雷，震动四野。诛仙阵内一股黄雾腾起，迷住了诛仙阵。呃，老子发力出来的东西一般是黄色的，我注意到一般都是黄色的。这就是这首，这就是这一回一开始讲述的。 层层黄雾，艳艳金光；层层黄雾，诛仙阵内似喷云；艳艳金光，八卦台前如气罩。呃，剑剑戟戈谋，混同铁桶；东西南北，恰似铜墙。这正是截教神仙，呃，截教神仙施法力，通天教主显神通。 晃眼弥天遮日月，摇风喷火撼江山。四位圣人齐会此，结束相遭啊、呃，起义逢。所以这当这里讲述的，等于是在这个层面里面的三教，西方老子跟元始天尊来共会通天教主，那这就是在同一个层面里，几乎东西方会齐了。 那能有这样东西方会奇在这个时辰点上，这是个大劫数。劫数相遭起义风，那是多少？这这个劫数就劫，同样有着二十一年了吧？千万千万的劫数才遇到这么一次，就遇到这么一次劫难，遇遇到这么一次，呃，与人的生命相关的一个至高的境界当中的一种。 善与恶的对垒，呃，其实是越越高的神仙的对垒，说明这个劫数越大，那也就讲说受到影响的生命层面也就越多，越高，越高越低，呃，对很多生命来来讲，既是机会，既是生也是灭，啊，既是生也是灭。我以为就像现在现在的劫数。 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结数远远超过于，呃，远远超过于《封神演义》里里讲的这个绝仙阵、玄仙阵，远远远远超过他，诛仙阵远远超过。所以，呃，各路神仙都在。为什么说远远超过呢？呃，如果我们讲说，是这个弥勒在世，对吧？弥勒出世，在世。 这个弥撒亚在世，东西方汇总成一个仙，一个神来到了人间。呃，人要去透过这种劫难，在净化、抛去掉自己不该有的东西的时候，逐渐去认识，这应该是多大劫难的？呃，在人的有文有文字、没文字的技术中，包括神话技术中，人们都没有记述过。 啊，这个这个弥勒弥撒呀，只有这个时候才出现。所以，那我们也看到在，在在这个呃呃四位圣主对吧？四位圣人跟通天教主过手，原因什么？原因是通天教主设了诛仙阵，挡住了姜子牙的路，东晋的路。姜子牙是人。 挡住了东晋的路，挡住了这个这个这个时运，那四方教主就齐出手，那得是这就是说，这么高的神仙，为了能够在人间这件事情要符合天意走完，惊动了这么大的神仙之间的相互的对垒。呃，我讲述的是这么个含义，人的珍贵都在其中尽显了。姜子牙要东晋。 周这个通天教主设了一设了一关，结果就引来四方教主一起跟他干，只为了姜子牙东进，是这个改朝换代，就是人间的改朝改朝换换代，呃，牵扯的层面太高。四位教主齐，呃，齐进四这个四缺之中，通天教主仗剑直取接引道人。 动手了，接引道人手无寸铁，什么都没拿，只有一个拂尘，拂尘上现出了五朵莲花，朵朵托剑，这就是功夫跟造化这些东西，可能是人的眼睛未必能看到。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人的眼睛未必能看到，所以他是讲述了一定的层面的呃，换句话说呢，如果人在附近，根本都进不了身的。呃。 是应该进不了身的，他会表现出天气上的不同。老子举着扁担纷纷打来，元始天尊将三宝玉如意架剑乱打，准提道人把身子晃动，大呼：“道友快来！”半空中又来了孔雀大明王，孔雀大明王被他收走了吗？ 孔雀被他收走了，所以孔雀大兵王，呃，飞来。准提道人现出法身，这里直接讲现出法身。二十四手，二十四手，二十四个头，十八只手。为什么二十四个手，十八只手？我没有，我没有查过，呃，只能讲他造化了。佛家讲，佛家讲的这个他的，佛家的说法做讲法。 跟道家差距蛮大，呃，持定了璎珞花这个伞盖花冠鱼肠金弓这个银戟，呃，加持神杵。后来他主要是用了这个神杵，宝错金瓶，把通天教主给裹在了当中。老子在后信上、啊，在加在后面狠狠地给了这个。 通天教主后心一一扁他，打得通天教主三昧真火冒出。元始天尊祭出三宝玉如意打通天教主，呃，教主刚架住了玉如意，不妨被准提道人一个加持术打住，这四个人打他一个，所以那通天教主不得了。其实四个人打他一个，通天教主呃翻案落滚下了奎牛。 借土遁而跑而起，啊、呃！不知燃灯在空中等候，才在上时被燃灯一一定定海珠又打了下来。燃灯道人是被元始天尊安排的，说你拿着二十四颗定海珠在上空中等着，他会上去，他上去给他打下来。这句话一说，元始天尊都知道他们过手时大致的状。 其实呵，这么高的神仙过手都在定数中。只不过元这里元始天尊能知道，说明他的道啊，对吧？他也就说他道行什么意思？就是他自己都动手，老子也动手了，他都能知道，在动手过程中身在其中，他都能知道大致的状况。呃，那是不得了的啊！不，因为一般很多身在其中就不知道了。 通天教主被多宝道人说的动了心了，他就身在其中。如果他不身在其中，他就不至于那样，对吧？但他为什么身在其中？就是他内心中的羡慕、妒忌、恨。他出这些事情就是羡慕、妒忌、恨。他他跟他们所有的说法就是：我阵已经摆了，咱们过招吧，比个高低吧。你看，非要持强，非要，其实就是讲的。 啊，嗔痴的概念就是情，其实你可以说是情，你也可以说这里讲的有情有义。呃，这里讲情和义都是指三界之内的。阵内雷声且急，外面四仙家各持符印在身，啊，奔入阵中。广成子摘去了诛仙诛仙剑，赤精子摘去了。 呃，陆仙剑，玉鼎真人摘去了这个炫仙剑，道恒天尊摘去了绝仙剑，四剑一被摘，阵其阵已破，所以就是燃灯给他打下来，这四个这四位神剑立刻冲过去摘剑，呃，通天道人独自逃逸，呃，众门人各各散去了，四位教主破了诛仙阵，元始天尊坐师笑之。 堪笑通天教不明，千年掌教，炫现，啊、呃、炫群生。仗义挡恶污仙教，啊、呃、翻剧邪宗狂，啊、呃、狂横行网横行。所以这里面就讲述了通，他在指责，在描绘通天教主的问题。呃，通天教不明。 呃，就是讲说他自己不修行，一开始讲自己不修心，光吃，光长持着自己的这个道术。呃，千年千年掌教现众生，把他所有跟他相关的全都给耽误了，因为是你教主不明嘛，对吧？那你的徒弟怎么办呢？所以这里面讲述了仗义掌恶诬仙教。 这里面有了结党营私的概念。这里当讲述到结党营私，我能体会就是大多在利益上思考，呃，羡慕妒忌恨，这就是坠入到一个非常对神仙来讲是非常不能接受的。翻拒邪宗啊，网、呃、横行，这里面就是这里面包括了有有一种宗教，就是邪教、邪宗教的。 而这种痴狂的、很痴狂的说法在其中，我记我我以为就是在描绘着截教本身的最大的问题所在。宝剑悬空成底事，呃，元神虚号竟无名，不知顺逆先遭辱，呃，犹豫红军说反营，说反营应该是，呃，这里讲述的他的。 四口宝剑，那元神虚号精无名，啊，使用了这使用了这些一切的这个招数，呃、啊，元神，我以为就是讲这里讲的通天教主的真正的精神了，啊，哈、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不知顺逆先遭辱，何为天意？何为逆？何为这个逆行？ 他自己都分不清，对吧？所以这是那谈到了红军道人。原来有一种说法，就是红军道人对他的三个徒弟呢，最比较袒护，比较袒护这个呃、啊、通天教主。不好说了，我们我以为里面多少有点的意思在里头。四位教主上了炉棚坐下，元始天尊称谢西方教主。 为我等门人犯戒，动劳道兄扶持，得完此劫数，啊，上容称谢。老子，通天教主逆天行事，自然有败而无胜。你我顺天行事，天道福善或淫，毫无差错，如登渠影也。如今阵已破，你等结束将完，各有好处。江上，你去取关。 勿等，且回山去了。所以老子就讲述了这个过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大结束。那这种结束呢，谁也跑不了啊，谁也跑不了。天道福善祸淫，毫无差错。啊，你我各顺天行事。所以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生命顺天行事，而不是说逆天意。 什么叫顺天意？没有自，没有自私。逆天意表现自己，所有表现自己的，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逆天意。所以你做的什么，就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就像衣服一样。而你生命是否圣洁，是另外一回事儿。啊，这所以这个，当人们注重这些东外在的东西的时候，就完了。 啊、呃，我以为这里面就是这么个说法，啊、呃，所以诛仙阵就这么就给破了。众门人别过，众门人俱别过姜子牙，随四位教主各回山去。四位教主一离开，那这讲的各门人呢，就是玉鼎真人这些人，广成子他们也都各自走了。所以神仙办完神仙的事儿。 这个姜子牙得办人的事儿。子牙送别师尊，回自回汜水关见武王。众将官来见，元帅至帅府参见武王。相父远破恶阵，呃，谅有群仙，孤不敢差人来问候。呃，差人去问候，那他都是神仙嘛，所以武王知道自首，自首就是。 自己知道自己的位置，你是人，人家是仙，你你你你又不能去打扰去啊！这个这个完全是不能跨，呃，不能跨过于雷池的。呃，子牙谢恩，蒙圣恩，呃，仰仗天威，三教圣人亲至，共破了诛仙阵，前至界牌关，请大明，呃，请大王明日前行。 通天教主被老子打了一扁担，又被准提道人打了一个加持宝杵，吃了一场大亏，又失了又丢了四口宝剑，有何面见？有何脸面见诸位大弟子？呃，自私，不如前往，啊、呃，子之崖，立坛，拜一个恶番，番名呢？番名叫做六魂番。 这六魂这幡有六尾，尾上呢，下面写上：接引道人、准提道人、老子、元始、武王跟江上。早晚用符印，拜完之日，将此幡摇动，坏了六位性命。就是这就说，呃，通天教主这人太阴邪了。 这东西是一般很不能使的，这就是太阴邪，太阴邪了，啊，太阴邪，他会掉，他要毁掉人呢、啊，毁掉三方教主，加上人，加上加上这武王跟姜尚，就是从上至下要，所有他与所有正的、顺天意的，完全是对立的，啊，完全是对立，这个就是表现出。 通天教主，生命自身的恶啊，自身的恶，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麻烦，但不好说。就说如果他自身这么恶恶的话，当初的红军道人为什么接他？啊，为什么要用他？为什么把他收为呵呵弟子之一？所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呵呵有着因果因果的这种原因在里头。 所以这里的麻烦就是说，当时的红军道人为什么接受？当然，对于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呃，大家对红军道人根本都不了解。而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从，从就我个人来讲，从修行的角度去理解生命存在的含义，正负的生命好像是相当相当绝对的，在生命的存在中相当绝对的。呃，我以为这里面就有这种成分。 在相互作用了一定时间之后，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故事：左道凶心今不息，枉劳空拜六呃,六,帆呃六魂幡呃六魂幡。所以蛮特别的啊，蛮特别的。那这里面应该是有着不同，因为姜子牙跟武王是人，那另外四位是仙。 呃，他这里面主要讲的是，就是一个魂魄，可能，呃，不像说当初这个这个姚天君去弄姜子牙的时候，是败的三魂七魄，对吧？那而这个路鸦去毁了这个赵公明的时候，是前头一个，后头一个，所以这里面应该讲通天教主的功夫高，所以他不用那么麻烦。 他不用，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不表通天教主，呃，通天道人，他这里改成叫道人了，很有趣。呃，在透过这个诛仙阵之后，啊、呃，里面把通天教主改称为叫通天道人，不再管他叫教主了。在原在老子给他定性之后，出现了这种变化。 下面都叫通天道人，那这里就是说，在此之前，在诛仙阵过招之前，诛仙阵是通天教通天道人自己设的，杀的就是神仙，所以在他设阵前被称为教主，设阵后结教就注定会被毁掉，因为他们是对对这个。 呃，先对神仙直接下手，对吧？诛仙，呃，戮仙，呃，绝仙，这是不应该的。也就讲说，通天教主的这个境界，他的他的生命的品质，不配称为一个教，不配称为教主，所以那教就会被毁掉。哎，这是蛮蛮严，相当严谨的。所以我以为在《封神演义》里头。 有很多只有我们看不明白的，呃，不可能有人家写错的，不可能的，啊，几乎截止到现在，我认为不太可能。呃，通天道人拜翻后，在万仙中用界牌关徐盖，这是镇守镇守该关的主将，升了银安殿与众将商议，周兵取了汜水关。 驻兵不发，前日来了多宝道人，摆了什么诛仙阵，也不知胜败。这里面就这句话就对。多宝是多宝道人，多宝道人已经被人家给拿走了，被老老子都给,都给擒都给擒走了，对不对？那结果作为人，并不知道摆完诛仙阵的胜，最后结果是什么？都走了，神仙们都走了。 但人不知道、呃，所以这是大家要明白，呃，通《封神演义》里不明写，不明着写，但其实就是，凡是出现了这种改朝换代的故事的时候，在它会影响到一定的神仙的这种层面界面如今，如今修本差官往朝歌去取救兵，共守此关。 呃，只见差官领了本本章，直接奔朝歌而来，一路无辞渡了黄河，进了朝歌城，至午门下马，到文书房。那天是其子看本，啊、呃，见了徐盖的本，大惊。江上兵进泗水关，取了左右青龙关加、加加孟关、呃，兵已至了界牌关，燃眉之急。其子报本来见纣王之路台。 呃，纣王说：“宣来，其子上台拜罢，将徐盖的本上，呃，进上。纣王阅之，惊问：‘不到江上作反，袭夺孤之官邑，必须点将携手，方可阻其大恶。’其子如今四方不宁，江上成自立武王，其志不小，率兵六十万。” 来夺武官，心腹大患，不得草草而已。愿愿皇上，呃，且听饮乐，以国事为本，社稷为重。愿皇上查明黄伯之言是也。朕与众卿共议，点官守啊，携手。其子下台，纣王闷闷不乐，哈，无心欢唱。妲己、胡喜妹出殿见驾。 行礼。今日圣上双眉紧锁，欲不欢。呃，道士何为？玉泣不知啊。江上兴师，侵犯官驿，已连夺三关，实乃心腹大患。四方刀兵，这个风起，是孤心先孤心不安啊。为社稷宗庙之忧，故而都担心。妲己笑啊。 殿下不知下情啊，这都是边庭武将，叫专刺王力，驾延周兵六十万来犯朝廷，用金贿赂大臣，啊、呃，叫污奏殿下，殿下必发钱粮之影，故此守关，守关的将官冒破之消空费这个朝廷的钱粮。 实则为四，呃，何尝有兵请官？正为里外欺君，情实可恶。<laughs> 这个他讲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人坏，对不对？他是妖怪，所以他的一切的思考都是在阴谋诡计上。说大王，你真傻。 这都是这个边将的边关武将为了骗你朝廷的这个钱粮，故作瞎编的故事。然后呢，他他奏本上来骗了你的大臣，那你当然就担心了，所以你一定会发出粮草支持边关。结果这个边关就把粮草全都独吞了，把你发的钱财全都独吞了。这是人挣钱的办法。 哪来那么多事儿啊？纣王一听，深信其言其理，就问妲己：“那如何副本？如何批发？”妲己说：“不用，你把奏本的人给他杀了就完了。”纣王大喜，好、啊、杀了把这个奏本的官给剁了首级，号令朝歌，妖言数句，江山失。 一统华夷，尽蜀州，就这么回事 <laughs>。所以，你我在讨伐纣王的这个罪名当中，就有一其中一个罪，就纣王听女人的话。这里头，这里头是蛮有趣的。其实这里面就讲述了这种怎么说呢？当一个当一个改朝换代之日，人人的心术，你听人说话。 只要这个人的说话的概念都在轨迹上，都在技巧上，都是在猜疑别人的，基本上是恶的。呃，今天其实大陆人在大陆受熏陶的成功的人，基本都是这样的。他不这样，他成功不了，对不对？所以没有什么信和本不信、猜疑、质疑，呃，本身就是一个很人中很恶的成分在里面。 纣王信了妲己之言，传旨将界牌官，呃，送啊，送、呃、本送本之官斩首号令。其子之之，忙至内廷见纣王，皇上为何斩杀来使？黄渤不知啊。边庭钻赐，就是钻营了，诈言周兵六十万，冒领这个钱粮，呃，此乃内外欺君呐、啊，理当斩首。 以戒将来，哈、啊！提子，所以这东西话你都可以随便这么说的，就跟现在共产党一样。江上兴兵六十万，三月十五日金台拜将，天下尽知，非是今日之走。那皇上杀了界牌关的使臣不要紧，那尽失边庭将士之心呐、啊。纣王。 料江上不过一术士，有何大志？况且还有四关之险、黄河之隔、孟津之阻，岂一旦而破？小事所获。黄渤放心啦，不必担忧了。哈哈这棋子是他叔叔，应该是他叔叔。这个棋子长吁一声，看着朝歌的宫殿，不觉不觉凄然了一下。 社稷虚，呃，社稷丘虚，一切晚矣。在九间殿做事，一夕成汤放节时，诸侯八百，呃，归晋司。谁知六百余年后，更堪南朝几倍齐？南朝就是当初把夏桀关的地方，所以当时呢，关了夏桀，这个商朝夺了这个夏的天下。 那今天他说，纣王的所作所为呢，呃，要远远超过当初的桀，就是这种哈、啊、败落之相。姜子牙在汜水关点人马进征，来此武王啊、呃，老臣先去取关插插关请假，愿父王早日会诸侯，孤之幸也。一声炮响，人马到了界牌关，呃，距离八十里，来之甚快。 呃，探马报与中军，以至界牌关，传令安宁，点炮呐喊。徐干已知关外周兵安营，与众将上城。周兵一派尽是红旗，一派尽是红旗，就是他取的是火嘛。原因就是前面他讲过，周朝是金，金具火，所以他干脆自己点起火，全是红旗。这个我们原来跟大家解释过。 共产党都用红色的，啊！共产党都用红色取取的是血，杀人的血，因为他靠靠血来维持他的生命。呃，鹿角森严，君威甚肃。徐盖说：“子牙乃昆仑女士，用兵自有调度，只营寨大不相同。”先行官王豹，彭啊！呃 彭尊答说：“主将休夸他人本领，看末将等成功，定拿姜子牙解放朝，呃，解往朝歌以正国法。”各自下城准备厮杀。次日，呃，姜子牙问哪位将官，官下见头功，魏奋说：“末将愿往。”姜子牙许之上马提枪出营，至官下督战。主帅有周兵讨债。 呃，众将官，我等先议后行。纣王信听信谗言，杀了差官，呃，是自取灭亡。所以，这个徐盖已经知道他杀了差官了，所以那徐盖也就知道纣王根本不相信他，说他骗钱财了。那他这个将他在外面，他怎么打这仗？非为臣不忠之罪，自取灭亡。 今天下基业归周五，眼见此关难守，众将不可不知啊！所以他就明挑了彭遵主将之言差也，况我等俱是昼臣，理当尽忠报国，且可一旦望君徇私，食君禄而陷其地，是不忠也。末将宁死不为，愿下愿效犬马。 以报君恩，啊！随即上马出关，见魏奋连人带马，他就他不干。其实，这个这个，徐盖已经讲的很明白，很明白了。你再怎么打，人家纣王已经纣王已经把你当成是叛贼了，是个骗子，你在骗纣王，那你为什么要打？那那对方就说我就得打，对不对？扑头。 唇墨染，叫抹额；亲英红，皂袍如黑漆，那铁甲似苍松。钢鞭悬塔影，宝剑插水风。人如下山虎，马似出海龙。子牙门下客，姚将啊辈、呃、分穷。彭顺，剑妹。 见面大呼，报上名来。扫汤啊，扫荡成汤天宝大元帅江上麾下左少先锋官威分，你是何人？若是知机，早早献官意，共赴周氏，不如倒戈。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彭尊大怒，你不过马前匹夫，敢出大言，摇！ 摇枪催马直取魏奋手中枪迎面相呃扑面相迎两马交错一场大战三十回合彭俊打不过这个魏奋眼枪奔南而去见其败走追纵马赶来彭俊回头见其赶下阵来忙挂了枪囊中取出衣物往地下一撒撒出了一个阵。 叫按三才八卦方阵布成了一阵，哈，都有一些道术呃，这些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特异功能彭俊先进去了，未分不知追马赶马进入阵来，彭俊在马上发出一个响雷，震动此阵。只见阵中黑烟迸出，一声。 一声呐响，魏奋连人带马被震得粉碎。他是雷来的，啊！那彭遵长德胜古进关，死了，魏奋就完了。启禀元帅，魏奋连人带马全被震为粉末。子牙听罢，叹息：“哎呀，中庸叫中庸之士，可惜死，呃，可怜死于非命，情势可怜。” 彭遵进关见徐盖，将将此事说了一遍。徐盖为权威上了功绩。第二天，徐盖对众将说：“关中粮草不足，朝廷不点将携手，昨日虽胜他一阵，此关终以难守。正义之间，又有周将督战。王豹，末将愿往上马提戟，不是枪就是戟，就是刀。” 周将建议周将，连人带马，纯是一片青色。周将何名？苏护，冀州侯苏护。苏护，苏你乃天下至无天下至无情无义之夫。你女受书房之宠，身为国戚，满门尽受皇家富贵，不思报本，反助武王反反叛。 其雇主之官意，你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催马摇戟来取苏护，苏护迎面相加，两两马相交。苏护正战王豹，苏全忠、赵炳跟孙子玉三将一齐上来，把王豹围在核心。王豹独抵挡不住，跳出圈子，扭脸就走。赵炳随后赶赶来，结果王豹回手一个劈天雷。 劈面雷打在脸上，可怜随随驾东征，未曾受武王封爵之赏，方安落马。孙子羽急来救时，王豹又一个雷。此劈面雷甚是厉害，有雷有火。孙子羽被雷火伤了面门，面门跌下马来。结果王豹一击一个，两个皆被刺死。 苏家妇女父子不敢向前，啊！王豹也停之，掌骨回关。呃，这里讲的这个王豹，同样就像，其实就是类似这个，就是只能叫特异功能，咱也说不出别的，就是特异功能吧。所以，他回首能发出来，呃，也就是这么点事儿了。那那普通人，这个苏护他们再厉害呢，他们只是人。 那没有这些东西。那、呃、苏护父子晋阳见，呃，晋营见子牙，被说此言：你父子久临战场，如何不知进退？致损二将，全中元帅在上，若是马上征战，自然好招架。今王豹似乎有幻术，发手雷，有雷有火，打在脸上，烧坏面门。 啊，怎经得起？故此二将失礼，误丧忠良，实为可恨。第二天，姜子牙说是问门人，因为遇到这样的人，他就不能再用人了，他只能用他的修行的人。谁走一遭？雷震子弟子愿往出营关下督战。徐盖问谁走一遭？彭顺领令出关，见雷震子十分凶恶。 啊，来者何人？我乃武王之弟，武王之弟雷震子是也。呵呵彭俊根本不知道这个雷震子是怎么回事啊，他肋下有双翅嘛，摇摇手中枪，催开马，直取雷震子。结果雷震子风雷翅飞起，使开黄金棍，劈头就打。彭俊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拨马便走。 雷震子见他降拜，忙将翅飞起，赶来甚急，劈头一棍。那彭顺的马慢，急驾之时，正中肩窝，翻身下马，被剁了首级，进营来见姜子牙。所以，他连阵都射不了，他在空中飞的，你射阵没用啊。他你在底下走吗？ 彭浚阵亡，将首级号令辕门。徐盖说：“此关终是难守，我知顺逆。你们只欲强持。”王豹：“主将不必性急，待我明日战战不过时，任凭主将处置。”那徐盖默然无语。那王豹径自回私宅去了。还这都是是这问题。徐盖默默退归后堂。 次日，王豹也不来见主将，自己领兵出关了。所、哎、以大家就已那已经就是主帅跟将之间都已经这样了。哪谁愿走一遭？哪吒弟子愿往，脚蹬飞火轮出则迎来。哎、王豹一看，莫非是哪吒？然也举枪就刺。王豹急忙相架。王豹知哪吒是禅。 禅教门下打人不过先下手都是这个嘞，呃，发手一个雷来打这个哪吒，但不知这雷只能伤别人。哪吒是莲花身，他见雷响至，火焰来至，把飞火轮一蹬，已经进入空中，雷发无功。你看，他很多是这问题，他在很多功夫都是针对不同的。 生命，那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对人三魂七魄的人，它管用，啊、呃，对这些它就不管用，它就它其实就这样，呃，就像我们说那个层面，这个说法就类有点类似一气化三清，那一气化三清呢，能够把能够把这个通天道人给降住，但是伤不了。 其实我这里面的内涵类似了。哪吒记起乾坤圈，打中了这个王豹的顶门，打昏落马，复来一枪剁了首级，号令回营见子牙。子牙大喜。徐盖听说王豹阵亡，二将不识时务，自讨杀身之祸，不若插关纳降，呃，以免生灵涂炭。 正在疑犹豫之疑，突然间说：“报说有一驼头来见。”道人进府，殿前打稽首。徐将军，贫道稽首了。道者至此有何见遇？将军不知，我有一门徒彭顺丧于雷震子之手，特来为此报仇。道者高明呃，道者高兴，大名为何？ 大名如何？他说：“贫道乃法性法明界法界。”我们上前两回能讲到法界的故事。道人徐盖见道人有些仙骨，忙请上座。法界不让，欣然上座。姜子牙乃昆仑道德之士，帐下三山五岳之门，呃，门人恐不能胜他。徐将军放心了。 我连江上都一块给你拿来，作为将军之功。若是如此的话，老师莫大这个莫大之恩了。忙问：吃素、吃荤、吃斋？我也不用什么东西。他几乎不吃饭了。啊，他不用什么东西，其实他就不吃什么东西。一夕无辞，第二天法界提剑在手，径直奔周营而来，作名要姜子牙答话。 一个托头要请元帅答话，姜子牙传令带众门人出营来会这个托头。只见对面并无士卒，独自一个人。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